你这一上午累坏了我了，我跟你说。医生，这位是玻璃屋的设计师苏莹苏设计。哦，这位是我的同事啊，重要是吧？你这个人，苏小姐你好，我叫张医森。 张医生，你好，是张医生。你好，张医生。苏莹，晃灯聚焦。是，我知道。哎呀，苏小姐久仰大名啊，那你这次来我们医院找名声是？啊，我来找秦医生讨论一下玻璃屋的方案。嗯，是。嗯，这样啊。哎，苏小姐，这是我们医院招牌的馅饼。 你俩聊挺准的，要不去我宿舍换身衣服吧？有点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，会留下痕迹的。这个是我的宿舍，你将就一下。 那你在这儿换，我去张医生房间。那你在这儿换，我去张医生房间。秦医生跟我说过，爱情是件让人幸福的事情。我想，如果能住在这样的房子里，面朝着大海，身边是爱人，一定会很浪漫吧？米素，一定很幸福吧？